家好，我系大叔先生。任天堂咧就啱啱发布咗呢个 Switch 2021嘅新机款，咁嚟睇下呢个新型号有啲咩改良嘅地方啦。屏幕尺寸咧就由原本嘅 6.2 寸加大到去7寸 OLED 屏幕，大幅加阔嘅支架，咁系可以调校角度嘅。音质嘅提升，追加咗明线嘅 LAN port。咁至於發售日咧就係10月8日，售價係$349.99。咁舊版嘅 Switch 咧係$299.99嘅美金。咁傳聞中嘅 Switch Pro 4K 咁啊，雖然啊冇推出到啦，不過呢部新嘅 Switch 都加大咗佢7寸 OLED 屏幕。咁對於未入手 Switch 嘅你，咁會唔會想入手咧？